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，今天带来是吕布的一个凯撒路的实战解说啊。那这一次对线的角色呢，也是吕布，那他带的是斩杀。那刚好呢，我们可以来稍微比较一下那种镜像型的角色，但是我们挑战者竟然带来是不一样的。那可以做出怎么样的进攻呢？到底呢，谁比较强势了？那当然，在我在下路的情况下呢，我可以先拿掉一个野怪的优先权哦，这场的发球局啊，我先拿下一分，先拿掉这一只野怪。那这个制裁也不要急着用，我们就用在等等抢灵魂鸟的时候。那当然，跟这种带斩杀型的吕布来讲，我们第一把武器呢就会比较不一样，我们就会先选择出这个打野刀啊。那这个吕布呢，想打，扛了两下塔，三下，最后一个二技带掉他的人头。这吕布啊，傻傻的啊。聪明啊，可爱啊，不是聪明，是可爱，因为他送我这个300块的这个手杀津贴啊。那对于这种斩杀型的吕布来讲，我们前期就是要很小心控制自己的血量哦，那不能就是跟他打到血量差不多的时候，因为他有斩杀，我们有只带的是制裁，就算寒冰制裁可以打真伤，但也没有斩杀来的厉害哦。那这边队友呢遇到麻烦了，我们直接的啊就抓住了这个啊可怜的这个拉兹啊，最后一个二技啊，这个二技哇，这个龙丢出去居然没有打到拉兹啊，但是我们的这个纳克鲁斯还是硬过去想要击杀掉拉兹哦。那这边想要帮忙他呢，但是他跟拉兹做一个一换一啊，可惜。那对方吕布也差不多复活了，那这边的话血线有点惨，我就觉得我可能会被他斩杀掉，因为他刚斩杀没开，所以我就直接果断拉掉。那这个古龙垂涎欲滴，但是我还没上四，我想要先上四的时候顺便拿古龙当做这个吸血的祭品哦。那对方吕布呢势必得回手下路防御塔，但是呢我这边的话呢，我可以轻松的带掉古龙，就算没有纳克来帮忙，我也是有制裁的，所以他绝对抢不到我的古龙。那这边吃完古龙之后，我们再回到线上去跟吕布来做一波比拼啊。那他跳出来，而且他还没有大招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这输出还是有点太低啊，所以没办法击杀掉他。因为我们不像那种艾里有这个控制技能的，如果说刚三等，我们四等，我们用艾里的话，可能会很快速的就击杀掉他了。那我的奥义呢，基本上跟艾里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一套奥义是主要走一个攻速流啊，有加到 18% 的攻速。那暴击也有 5%， 完全就是靠人品啊。好，那在前期来讲呢，其实我跟这吕布的对线他已经输我一大截啦，兄弟，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小婴儿，我就是含金汤匙出生的，他已经俨然就是含木汤匙出生了。那我们纳克呢，在跟我们的队友在上半部其实打的也是可圈可点啊，打的也是不错啊，所以下半部的这野怪呢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先帮他吃，毕竟野怪在那边等的也是会不耐烦啊。那野怪活在那边想说，哦哟，我等很久了都没人来吃我。好，那我们原本想说拿那个红 buff 的，但是吕布已经把塔推过来，所以我们得赶快回手一波。那这一次的出装呢，我选择一样还是出钢枪啊，我没有出火甲，因为我觉得钢枪对吕布来讲还是比较需求的，因为减 CD 对于这种不耗魔角色非常非常需要，而且又有这个破甲能力，像吕布这种不断用技能跟普攻穿插，其实很容易就跌到五成，所以我选择还是带上钢枪。那使用这个反甲呢，是因为对方有这个瑟斐斯啊，还有吕布，那这种比较贴近近距离攻击的角色啊，用反甲的话会跟他们比较好打。那这边对方吕布想要吃这鸟鸟哦，我看也是不必啦，兄弟，你看看你啊，我就是一个有造型的角色啊，你就是没造型，虽然说我衣服比较少。那我们这边是有红 buff 的，那这吕布呢想要跟我们打是不可能啊，我直接再开启大招，那碾死你啊，一个二技带走对方的吕布。那我们已经来到等差来到了三等哦，因为呢这中间因为我带制裁，所以野怪我可以不停的拿、哦、那他想要拿野怪呢也不敢啊，因为我等级已经优于他了，那我整个野区呢都可以轻松吃啊。如果是带斩杀吕布，当然也可以是吃野怪，但是毕竟打野刀会供应对野怪有额外的伤害哦，然后经济以及经验都会比没有打野刀还有制裁的角色来得高，所以带制裁吕布呢就是尽量走一个发育流，
那跟这个斩杀型的吕布，在前期我们不要做一个多余的碰撞，除非队友来帮忙 gank， 不然的话我们就以农野怪为主，因为只要农起来，我们就以单单如果都没有人头来讲，我们一定会比较强势一点哦。啊，不是，农起对农起来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比较强势一点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就不跟那吕布打，因为我身上没有红 buff， 我也粘不到他，他只要一直往后拉就好，他应该也不会跟我正面的做一个对抗啊、因为毕竟他可能这个脑子还是很清醒的、啊。如果呢说像这种等差来到三等，你还要跟人家硬打的话，根本就不可能了，好不好？绝对就是等着被队友收尸啊，那队友就是过来帮你收尸体啊，连问你要去哪间葬仪社都问不到，你就嗝屁了。那这边对方的吕布呢？哎，看到我啊，一见我就跑啊，就直接跑掉了。那这哎又回来了，又回来是吧？我们直接粘上去了。那他开启大招，以示挑衅，我们不开大招跟你打。有没有看到开了大招还打不赢啊？这个就是我们发育起来的厉害，我们这发育流啊，几乎是所向披靡啊。在凯撒路这边呢，是这个游刃有余哦。这吕布呢是杀了又杀，直接单杀他三次啊。那么虽然说第一次可能是侥幸啊，运气好，因为毕竟他扛我塔三下，这不杀他太对不起我的所有队友了。这不杀他，我队友想你就冲他小一个二技就可以把他带掉的东西，还让他走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留情面啊。想说，哎，我们都身为吕布，要惺惺相惜啊，不用啊，不必，直接的啊放下这个同样身为吕布的这个情怀啊，直接就把他击杀掉，不用怕。那其实我们在下路活得好好的，也不需要鱼人来帮忙啦。那这鱼人不过没关系啊，就跟着我们吃吃野怪啊，是可以的。那古龙再过三秒钟准备要重生了，那我们就再来拿一下古龙吧。反正我们的对线吕布还在下路那边闲晃、啊。那其实本场比赛都可以看到，我跟对面吕布几乎都没什么在支援。那吕布对面吕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躲我啊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这个野怪啊。所以呢，这经济差呢就非常非常庞大，很明显的经济整个就倒向我这里了。在这个传说对决来讲呢，当然技术也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有经济有装备，你硬生生就是比人家多一件装备，就算对方技术再好，也很难跟你打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赢家两件装备，但是你是一个五岁小朋友在跟一个20岁的人在玩，那、当然好不好？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例子我们就不要拿出来讨论啊，拿出来是修下线而已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这个下塔看一下能不能硬拔，看到射匪师过来了，一个大刀跳进去，那我们就稍微躲在旁边拉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人会路过这里。这个野怪呢吃一吃啊，射匪师直接就过来了。那我们等待一下队友，因为队友都走了，所以我们这边也不能打，如果硬打的话会太靠近他们塔内，而且我们又不是属于一个瞬杀型的角色，所以需要更加慢慢磨慢慢耗才能够把对方击杀掉。那所以刚那一波呢是绝对要退的、哦、那跟着鱼人在那边闲晃看个视野，这样帮队友做个视野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再回到中路稍微的整理一波兵线了，下路基本上也没什么事啊，因为对方也不敢跟我们打，但是对方不见了，哦呦，这蓝 buff 被偷走了。那我们再看到吕布，现在我跟你来到四等的等差啊，这射匪师直接硬打咯。那看后面还有一只拉兹，鱼人刚好推到他们，直接过来攻击这拉兹，交了一个闪现，但是还是逃不掉。我这边直接开启大招就粘了进去，一个寒冰之才带掉对方射匪师之后，赶快拉掉。那这个一个走位，哇，这双塔袭击啊，直接把我打死哦，然后送出我这本场比赛的第一死啊。然后这边吕布呢，其实在于吃的凯撒来讲，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的，因为开启大招呢，八秒内呢，基本上你都可以无耗血的去吃凯撒，而且其实再加一个队友，再加上这个攻速啊，打起来其实吃凯撒是非常非常快速的事情了。对于吕布来讲，你要单吃其实也没问题，因为我连看到那个吕布啊，单拆主堡啊，直接一个人没有小兵单拆主堡这件事都干得出来啊。别说吃凯撒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用凯撒之力之后就是想办法拆塔波。那我们的射手位是小丑，并不像锦那一种可以快速点塔，那还是要稍微的慢慢磨慢慢磨，因为小丑主要是用技能来打伤害的。那这边我们在中路稍微把兵线给整理一下，那上路好像有一个突破口，但是对方又往上路移动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决定呢先把这兵线整理一下。
那我们这边本来是想要跟着队友去下路，就看到哎，还有一只落单的这个小兵兵啊，他没有乖乖的跟着其他部队走，他是在这里落单了。那我们队友呢，直接在下路开启一波团战了。那我个人呢，应该是没办法签到了。哇，这边好多人头，好多助攻啊，我什么矛都拿不到啊，什么矛都拿不到啊。然后最后呢，就好不好来扛一下塔，刷一个存在感啊，直接啊完胜这一场比赛。好的，那这段影片呢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到 Facebook 帮我按赞，那 YouTube 频道也别忘了帮我订阅。那我有一个第二频道，主要都是放一些飞官传说类的创作型影片。那如果有兴趣的人，可以到第二频道去订阅一下。那底下说明栏有网址，那就先这样喽，拜。